再补一些啊，最佳该三明星来走，哎，收好，请看啊，他们飞过来。如果有机会听下你公司讲到，我哋就知道你公司系精彩嘅啦，即系卅几年前就成日讲佢系广告王子，我今日而家唔系嘅广告王子，今日我哋广告皇帝啦，即系好精彩，要深入浅出。我不傳揚他使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地獻上。我又為此勞苦，照著他在我裡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啱上個禮拜六，不知你喺邊度咧？或者有啲人喺屋企唔方便出街，或者你喺雖然喺屋企。干预置有比较干净的环境，好
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恶人，教导恶人，要把恶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献上。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在二十八节的传扬嗰个字，喺呢度整个经文第八节系一个主要嘅动词。佢系保罗话：我哋传扬嘅，我哋传扬耶稣基督，而传扬耶稣基督盼望达到一个嘅目标，就系、是、将所有嘅人带到上帝嘅面前。点样做得到呢？用各样嘅智慧，用各种嘅方法，包括系劝人或者系教导人，都盼望能够将人系完完全全嘅在基督里面带到上帝面前。呢个系我哋传扬耶稣基督嘅最终嘅目标。喺呢个过程里面，二十九节我话我本身点样重生喺呢件事上面，我为此劳苦，我尽心竭力。保罗话唔系净系我自己尽心竭力，唔系净系我劳苦，我系靠着耶稣基督上帝在我里面俾我嘅能力嚟去尽心竭力。呢个就是保罗嘅持守，佢对于福音、对于耶稣基督嗰个嘅持守，佢对于整个事奉嘅嗰个理想、嗰个目标，佢对于自己本身一个委身，对上帝一个委身。先睇第一个佢，我冇传扬他。喺呢个传扬嘅过程里面，保罗清楚知道，佢传扬嘅唔系自己，佢所要讲嘅系耶稣基督。佢好清楚知道，佢唔系净系传讲自己嘅立场，或者自己嘅信息，或者自己嘅呢个见证、自己嘅成就，或者自己嘅失败，唔系呢啲嘢。佢个最终嘅目标，我所锁定嘅嗰个重点系耶稣基督。佢好似《使徒行传》嗰种嘅情景一样，佢话咩咧？佢睇到嘅就系人会睇到耶稣基督，他必胜过我。耶稣基督是我最终的我们传扬的重点。为什么保罗要特别强调耶稣基督呢？因为在保罗整个神学里面，他清楚知道两样东西，这个是基础，是上帝拯救世人的那个的关键的重点。人类犯罪得罪上帝的时候，就开始让罪恶来去捆绑世界，让罪恶来去败坏一切的制度。但透过耶稣基督这个基础，要重新整理一切的事情，重新的调整人和上帝的关系，不再是流浪，是回屋企，不再是背叛上帝，是回到屋企尊上帝为我们的创造主，为我们的救赎主。尼赛亚是保罗体验的那个整个世界那个解决的答案。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回到上帝，还有透过耶稣基督要这样整个世界来重新的调整我们，人要再一次和上帝和好，人和人之间都要再一次的一个和睦同居。耶稣基督是整个信息的重点，所以保罗说我们传扬的是什么？我们传扬的是这位的救世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坚持去继续在这里说，无论这个社会如何的演变，无论人如何的改变，始终我们仍然需要回到上帝面前，回到那位的救世主的面前，尊他为父，再次回到上帝面前，来到他与他和好，重新做人。所以保罗说，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是传扬耶稣基督。保罗都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说传扬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传扬呢？他就想象到自己好像当年的凯撒，罗马皇帝的使者一样。当这个皇帝已经达到大宝信息的时候，他当然会派他的使者来去宣布这个皇帝所做的成就的大事，或者是 使者的大事都会在不同的地区里面继续的为这个皇帝的讲嘢。他保罗说他想到自己的是耶稣基督上帝自己的使者的时候，他就代表跟上帝讲一个信息。他说周围他跟人家讲，将耶稣基督的美好、他的美事跟人有讲解分享。喂，一些人呢，即我哋香港朋友，你點樣啊？中意就食榴蓮，喂，你唔中意食榴蓮喎？
是 King James Version， 即是如果英文的聖經慶祝四百周年的翻譯。真的很快，四百年都說了英文聖經 King James Version。幫助他們思想到你的過去歷史裡面，四百年來日本的聖經幫助了多少人，對英國的文學，對英國的文化帶了多少衝擊影響力。不過其實你不直接知道的，馬來文聖經其實呢出現就是四百周年，當年的荷蘭人來到去東方，來到去經商的時候，來到去傳福音的時候，其實當年已經有成馬來文的聖經，所以出現我們會繼續講這本馬來文的聖經四百周年，我們要繼續爭取，爭取呢有使用聖經的絕對自由，有敬拜上帝的自由，有分享耶穌基督的自由。保羅說我們要傳揚耶穌基督的時候，我們需要有一個空間，需要有一個的時機，是讓我們能夠在一個的公平、公正、民主、尊重人權的社會之下裡面，你都繼續去分享耶穌基督。但為什麼我們關心政治？正因為我們關心到耶穌基督的福音需要有這種的基本的土壤，一種環境來讓我們能夠去分享耶穌基督。所以上帝繼續幫助我們怎樣繼續的去高舉一個耶穌基督的福音。第二方面呢，就是聖經他繼續在第十八節那裡說，向我們傳揚他的時候呢，是用主觀的智慧勸戒國人，教導國人，要把國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地獻上。在下半節那裡有一個重要的字眼，智慧、勸戒、教導、獻上，完完全全。但當我們說獻上這個字的時候，就很容易將人生一個的圖像，它好像一個祭司那樣，將一些珍貴的祭物，這個祭身能夠獻給上帝，是上帝所喜悅的。他當他要獻上的時候，就好像將一個全福音的果子，無論帶領人是信了耶穌之後這個生命的果子獻給上帝，感謝上帝。但是我們獻上是什麼呢？是完全的。在希臘文裡面，這個字眼就有兩個的意思，或者兩個都有在裡面。一個完全的意思可以包括什麼呢？就是將這些祭物是完完全全的獻給上帝，不是給自己，是將這個一切的東西是恭恭敬敬的、完全的給上帝自己所得著。它第二方面，這個完全包括是成熟的意思，將這些祭物、這些生命是帶到他們成熟，能夠是在上帝面前是成長的一班獻給上帝。所以保羅這個角度裡面想到什麼呢？他用基督徒，當我們信了耶穌之後，其實我們需要繼續的生命來到成長，到一個地步我們是可以完全獻給上帝，說不再為自己而活，我是為耶穌基督，不再是為自己保留自己一些利益，是說想到的是上帝你自己的國，你的義完完全全。同樣提醒一個人，當基督徒當我們信了耶穌之後，我們不是停留在一個 BB 的階段，我們需要不斷的成長成熟，所以在生命上面成熟，在我們的認識上帝方面成熟，在我們的事務方面成熟。但保羅說我們要見到的是傳揚耶穌基督之後能夠帶領人不斷的成長成熟，完全的歸給上帝。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需要學識各樣的智慧。所以保羅說無論是勸或者是教，我們都要用一切的智慧，當然我們用一切的科技，無論是 internet 或者你想收到上面的任何一個電腦，都是用一種的中的智慧，一種的技術技巧，幫助人帶領人帶到
将弟兄姊妹将呢一个生命能够系献俾上帝，完完全全成熟嘅献俾上帝。当然喺神学院我哋教书都系咁样嘅，喺神学院教书嘅时候，唔系净系话教嗰啲嘅嘢，头脑多认识。我哋盼望头脑上面认识多认识之后，盼望都能够改变我哋嘅价值观，改变我哋嘅了解，改变了解之后，可能够深化成为我哋灵命上面嘅改造，甚至成为咗我哋嘅品格嘅一种嘅塑造。即系话咧，喺一个神学嘅学习嘅过程里面，系盼望能够系比较全面嘅知识上面不断嘅丰富，心灵上面都不断嘅被滋润，而之后我哋整个心思意念越嚟越有我哋耶稣基督嘅样式，我哋传扬耶稣基督。是盼望能将人带到上帝面前，完完全全的归服。所以保罗的第二个那个重点，在第三方面，我们每一个人盼望能够做到的是一个目标，就是二十九节那里说到，保罗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自己本身怎么做的，他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你发觉呢个字眼廿九字咧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系话我劳苦，同埋最尾嗰度尽心竭力，即系话保罗话我尽咗个力量，我尽一切嘅力量，你都做最好嘅，将佢交俾上帝。但中间嗰度加咗对嘅重要话，佢照着他在我里面嘅大能运用嘅大能，即系话上帝自己嘅能力喺当中里面出现紧。上帝给我们力量，我们自己尽心竭力来到去进行一个的福音的事工。其实保罗是一个很重要的平衡的神学，你千万不要说上帝你是全能的，你是无所不在，你是无所不知，你是不断的了，你搞定他了，我收档了，你没有电啊，你电啊，你做完了。保罗不是这样，是上帝你是大能的上帝，上帝怎么做的，上帝透过你的手来做嘢，上帝透过你的脚来做嘢，上帝透过你的口来做嘢。即是说保罗看到清楚一样，上帝自己大能大力要彰显出来，要运用出来。不过呢，你和我作为上帝使用的媒介，我们要尽心竭力扮演我们应该扮演的角色。所以我先说我们学习和我们的生命和事物的时候，我们不是一直的 battery， 一直的光电池，一个电池的模式呢就会靠着自己的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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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当这个经文重新出来的时候，就提醒我们这些重要的东西。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关怀，就是上帝自己的福音。耶稣基督是我们所高举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所宣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直要同人分享的一个的救主，一个福音。第二，当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要尽一切的力量来到将耶稣基督来到解释出来之后，带领人在生命里面不断的成长成熟，完全的归于上帝。第三，当你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能够是尽心竭力，每一个人都能够是忠诚热诚热心去进行。神学院做了什么呢？神学院盼望能够做到的就是分别一些传道，你这些传道呢，神学真是传讲上帝的道，这些人是传讲上帝自己的救恩，这个福音的信息。然后这些人能够被训练出来之后，能够是 mobilize， 能够去帮助其他人，训练其他人，一切的人参与整个福音的事工。然后过程里面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是投身在这个福音的事工上。我们传扬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我们要提出两个
神學生以後的教會全部人呢個水平嚟到呢度，上帝賜俾我哋有足夠嘅人。當萬星人教會時代好希望啊，好生長、好成長嘅時候，其實我哋有個危機，其中危機就係人手短缺，要上帝自己為我哋啊，興起更多嘅人投入喺個福音嘅事工上面。第二方面，你要善用地方可以做到，就不斷嘅。上帝自己使用我哋喺一個嘅福音嘅事工上面，喺福音事工上面，我哋祈禱上帝俾我哋一個福音嘅環境，俾我哋一個嘅民主嘅環境，俾我哋一個有人權嘅環境，俾我哋一個公正嘅環境，以至福音係可以順暢嘅嚟去擴展出嚟。喺咁嘅環境，係人可以自由嘅聽福音，人可以自由嘅選擇信耶穌。人可以自由的嚟到敬拜上帝，我哋需要祈禱上帝俾我哋一個咁樣樣嘅一個社會。當然你做可以做，你去祈禱上帝，透過你嘅生命，透過你嘅你個見證，能夠帶領其他嘅人認識耶穌基督。當然第三方面你要善用我哋嘅地方，透過你嘅經濟資源嚟到去幫助福音嘅事。點樣讓你去奉獻，以致福音嘅事工能夠係更加嘅順暢地去進行？上帝嘅教會福音嘅工作係有足夠嘅經濟資源嚟到繼續發展出嚟。我哋心裏面有一個大嘅心思，就係盼望上帝自己嘅話語、上帝嘅福音、耶穌基督係真係廣傳，係好多嘅人都有機會要去聽，好多人都有機會要去信，好多人都能有機會繼續嘅嚟到去成。这个就是国际信息，这个信息可以给我们自己得到影响，提醒我们你想在此给我们的人得到好。第五上帝，我们再次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有机会今天在继续有这个自由可以敬拜你，但愿主你自己的话语继续来帮助我们，继续来引领我们做出一個福音嘅回應，但我哋自己喺你面前都知道，你俾我哋嘅挑戰係咩？你要我哋喺邊方面有投射？你要我哋喺邊方面嚟到去參與整個嘅福音嘅事工？但願主耶穌基督，我哋嘅救主，你嘅名被高舉，你嘅名被傳揚，你嘅名被人相信、被人依靠、被人接受。我哋喺面前仰望你，求你繼續使用。